即个咱迄个请李博士来甲咱讲讲伊家己个信息。伊所谓讲个地方是妈妈会欢喜，妈妈欢喜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心中拢孝念咱的老母，伊用伊特别无共款的疼对待咱，在咱的心中，咱真感谢，爱将这个感谢带到上帝面前，感谢上帝赐予咱妈妈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感谢，搁再感谢，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疼惜我，感谢你赏赐我有老爸、有老母，在我成长的过程，得到父母的疼，亲像上帝完全的疼一般样赏赐予我。这个母亲节，阮孝良老母对阮的付出，我嘛要来思考对上帝你的话，让阮来想妈妈的欢喜是啥物，妈妈的喜欢是什么？主啊，求你开启阮的心，求圣神进入阮的心中，让阮会当了解上帝你的心意，也让阮知影。妈妈的心意，我愿用我的心，用我的行动，用我实际的双手来行出来，让妈妈的心得到安慰，让上帝的心欢喜我在你面前的敬拜，帮助我在这讲的、听的，拢领受上帝的恩典和听受。也要为着所有的妈妈来献上祈祷，主啊，你赏赐因丰盛的爱，主啊，你体贴因心中所想，那是喜乐，祝福迄个喜乐加倍；那是忧伤，祝你将迄个忧伤来提走。主，求你予所有的妈妈会当搭我伫主你的心情，伫主你听的内底，因有力。来照顾家庭，来疼惜个囝儿，搁较伫主你的面前，领受主上帝你的安慰、扶持甲疼惜。愿上帝祝福所有的妈妈，伫因的生命，伫因的生活，得到上帝，得到囝儿，得到健忘的祝福。主，愿伫你的面前献上我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。阿妹，今仔日足特别，在咱的教会内底，比足细汉、足古锥，迄两岁、三岁，讲话还阁臭脸呆的这囡仔，因着用因的动作来献出对妈妈的感谢。吼，以前叫阿母，也是安尼啊。啊，我记知影讲伫迄个。婚礼遐吼，会叫哟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无同款。啊，即马咧，吼、哦，这个囡仔叫妈咪，吼、哦，足贴心的吼。伊、哦、若叫出来的时阵吼，哎、哦，妈妈的心随时的伫囡仔的面前吼、哦，然后个主持人会伫伊对用信息，为着美丽的内面，为着灿烂的信息，为着咱出世以来。所受一切的阻碍，特别上帝，阮一声俄乐天空的主名，在迄个建筑的内底吼，佮用圣经赞美，是免会圣经的提醒咱信仰真重要。然后少年仔个吼欢喜唱歌，俄乐无双。在因足有活力的时阵，可能伫心中。我会感觉啊，妈妈，你敢那讲较少的啦？啊，一直细细念，一直细细念吼，啊，我拢知影啦。你免去讲啊，因为啦，真正拢知啦。啊，但是啊，知就知吼，
有时嘛是会想要紧吼，照家己的方式安尼去做。总是做了了后，来到妈妈面前的时阵，又还是给妈妈抱咧，妈妈对不起啦，妈妈我爱你啦，啊对不对？青少年的时阵，可能含父母较有一寡冲突的时阵，但是因为恁一个热情，因又还疼的爸爸疼妈妈。用因的创意来显明因对父母的疼，吼、哦！啊，然后生活对年龄较济的时阵，咱来看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康乃馨那是红色的，就是安那，妈妈要搁伫咧，吼、哦！你会当到你妈妈的面前，阿母讲，阿母感谢你。阿母，我即马已经会当体会做父母的迄种用心。你早前安怎样疼我，我真正感谢。所以你看，生活在咧唱的时阵，你会无同款年龄层表明出来对妈妈的疼，对妈妈的爱，迄、那个感动都无同款。无比好歹，拢是出自心对父母的感谢。但是，咱听到的时阵，咱的感受无同款。咱拢用咱无同款的方式，底下咧敲锤。妈妈的喜欢是什么？上帝爱咱来做什么？这个妈妈的喜欢是基督世主来对吼。今天咱韩国的四五十岁，吼，在青年青少年的时阵。足流行伫落教会诶诗歌内底吼，基督是主，基督是主内底有一首歌，就是妈妈的喜欢。我改背起来，啊，这是故意的。伊讲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，喜欢问山是怎么绿的，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，还有那个星星是谁家的留影啊？只有妈妈说，傻娃娃。山是因为希望而绿的，还是因为有理想而变蓝的？啊，星星吼、哦，是上帝最美丽的眼睛呐、啊！啊，懂没？你诠释的时阵，你讲星星是夜神最美丽的眼睛。你暗时的时阵，那个星，这是囡仔，伊去看到大自然的时阵，去问妈妈，为什么山是？绿色的，为什么天是蓝色的？还是海是蓝色的？为什么？啊，妈妈吼，就是用教导，因为吼，你若有愿望的时阵吼，你的心中有一个愿望的时阵，你看山就是青的。你有你的理想，你的抱负，你去努力，你去打拼的时阵，你就看见迄个海是蓝色的。啊，青，伫暗时咧，一时，迄是安怎？上帝伫暗时的时阵，悠远咧照顾，咧疼惜，咧关心，为着咱守夜班呐。伫暗时的时阵，咱拢咧休困，上帝抑阁用伊的目睭一时咧甲咱关心，咧甲咱看顾。啊，然后这首歌，长大后我才明了，妈妈只有一个喜欢。是什么？是喜欢他儿女能在爱中成长，茁壮有踏实的人生。这样的喜欢是丰富的爱，远绿过青山，深蓝过海。今天就这样，从大汉了哦，我才知影，妈妈感到一个欢喜，妈妈感到一个欢喜是啥？欢喜今日伊。爱的内底来成长，勇壮有踏实的人生，这种的欢喜是丰富的爱，丰富的疼，比山更加深，比海更加蓝。这是妈妈的欢喜啊！妈妈的喜欢。佮一时阵，即卖囡仔足聪明，问足多问题吼，问甲做妈妈的咱吼。无法度应的，应袂出来的。但是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吼、哦，
拢甲我的囡仔讲，我讲吼，妈妈无完全，妈妈就讲，你问我的吼，我不一定会晓，我甲你讲，我唔知影，我爱甚至甲你讲，我真正唔知影，但是咱会当记得来问上帝，上帝也未甲我讲话啊，那有可能？我讲咱来记得问上帝吼。上帝未甲咱讲话，但是上帝会予咱有智慧，予咱用足侪的方式来找到咱的问题的答案。我甲我的囡仔讲，我真正就讲，但是我的上帝真巧，我未晓的，咱来问咱的上帝的时阵，伊会甲咱讲。因为妈妈会喜欢，妈妈欢喜是啥？欢喜每一个囝儿。会当伫平安内底来成长，每一个囝儿会当伫疼的内底来成长。其实咱即摆电脑足清，足流行，啊嘛足侪的资讯。你即摆若入去 YouTube 内底吼，你会当看见足侪足感动的影片，短短几分钟，你嘛会当看见足侪迄个对妈妈感谢，还是啊写出。心中对妈妈的迄个温柔，足多。我看到，一个真感动，啊，我嘛家抄起来，写起来吼。伊讲啥物？讲妈妈吼，真厉害，抱着拄好出世的我，妈妈的宝贝吼，啊，伫遐抱咧，笑，摇，一边行啊，一边摇，就笑，这是妈妈最爱的。啊，然后吼，妈妈最爱伫遐嘛。伫半暝啊吼，哎呀，足恶梦啊！惊着的时阵吼，啊起来哭的时阵，妈妈下半暝啊安尼抱咧，安尼大大吼，免惊。这妈妈一定会安尼做。过来吼，妈妈真热爱听，读国民学校啊，啊去读册的遐个囡仔吼，放学回来的时阵，妈妈我甲你讲，安怎？我甲你讲。所有妈妈都很爱听囡仔伫学校所发生的趣味的代志，还是一切的代志。只要囡仔肯讲予妈妈听，妈妈都足欢喜，然后会笑笑来听。妈妈伊会真欢喜来接受今日送予妈妈的一个小小的贴纸，还是一张小小的卡片。妈妈吼会来收起来。当作宝贝，放伫伊个迄个啥珠宝盒内底。我个查某囝幼稚园的时阵，学校啊，就是伊做迄个卡片，啊，伊用注音，迄阵他袂晓写国字，啊，注音大细字吼，啊，就写妈妈我爱你，母亲节快乐。第一张，我今妈开得老个，今妈我个查某囝国中二年级，啊，伊今年吼，伊送我一个吊饰，啊，珠珠个。伊家己做诶，全部拢伊家己做诶。伊讲伊要送互我是安怎？因为迄个吊饰内底吼是一只狗猴子，讲妈妈你属猴，所以这个送给你。国小诶，幼稚园中大班送我家留起来。啊，即马即个我嘛家留起来，我无必用，因为嘛用会歹去留咧。这是妈妈真欢喜，啊，我的儿子吼今年国中一年级，啊，可能老师的要求就是叫伊家己做一个卡片，啊，写一个吼写字，然后真正用迄个啥邮票，啊，就寄返来给我昨收到，啊，收到的时阵吼，我妈妈谢谢你把我生得这么帅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很爱你，愿上帝祝福。母亲节快乐！爱的话，足多的爱心哦，足多的心。感觉因为，做妈妈的，咱的感受是啥？不是囝儿爱偌好偌好，是囝儿伊用伊的心所做一个卡片，还是啥物物件？咱拢会收嘞，真最实用个。其实妈妈嘛真爱和别人讲话的时阵吼。讲到伊个囡仔，感觉心满意足。妈妈，佫较欢喜的是啥物？是伊个囡仔会当和伊做伙去教会。因为
咱做妈妈的，其实咱真在要以咱的囡仔的功课，但是功课重要，做父母的更加重要，要以的是啥？是囡仔伫心中有信仰，有耶稣伫伊的心中，有上帝，叫做伊一生的信号，有圣神的引导，让伊一世人拢无偏离。咱真正真热爱咱的囝子，和咱做伙来教会，好、哦，所以其实妈妈欢喜什么？欢喜咱所欢喜的啦。妈妈真正爱咱囝子吼，只要囝子欢喜热爱，妈妈拢爱。所以是因为爱，因为爱，妈妈爱咱的，好、哦，现场的内底，妈妈看到咱。但是渐渐，咱的妈妈拢老啊，我甲白色的，我妈妈伫天顶会笑的呀。因为疼，妈妈伊爱咱，安怎？今日平安喜乐，就算妈妈已经白头发。妈妈伊期待的是今日无有欠亏，就算。父母有缘，妈妈嘛是有一个愿望，讲伊家己会当得到人的疼，伊家己甚至吼，妈妈期待囝儿拢无欠过，就算因甲家己的需要拢放伫一边，无去想，伊嘛是期待伊囝儿是无欠过。妈妈伊爱囝儿乐观积极，就算伊。老母的心艰苦，是有侪侪的目屎累积，但是妈妈咧对囝儿大度的时阵，有完是安怎期待囝儿乐观积极向前迈进，唔茫惊艰苦。其实妈妈真热爱的是啥？是囝儿会当了解妈妈的心，用疼来回应。所以。咱知影妈妈疼囝儿，妈妈的喜欢在意的是儿女。那我们因着爱，妈妈也一直要儿女好、平安、喜乐、一无所缺、乐观进取、积极向上。妈妈喜欢，妈妈更加热爱些嘛，儿女能够了解她，用爱来回应妈妈。其实这是妈妈的心愿。所以咱来安怎？咱来爱妈妈。在伊忧伤的时阵，来安慰；在伊忝的时阵，牵伊的手，扶伊来行；在伊年老的日子，爱搁较侪的陪伴，常常来对老母讲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就亲像箴言23:25所讲的：“你爱乎父母欢喜。”生你的快乐，这是妈妈的喜欢，这是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所加的嘞，这是上帝的喜欢。咱来安怎，让父母欢喜，让生咱的快乐。咱来让父母欢喜，让生咱的快乐。其实，咱来想老母的角色，老母，伊是用生命。伊是用伊的一生来完成什么？顺服耶稣的脚下。耶稣对上帝的回应，在咱世间的生活内底，老母就是安尼的实际。这个拜五过去，这个拜五，阮义务部吼啊，迄、那个晨会的。诶，分享的内底，阮的同事啊，着用迄、那个电脑的迄、那个啥，影片来向阮分享。伊讲吼，世间上个艰苦、上个歹做的、上个困难的工作，有一个公司着讲啊，就是咧应征啦吼，啊咧应征，啊这个工作的内容是安怎？无日无日，一天24钟，点钟一日365天，啊特别伫这期的。这期的内底吼，搁爱加班，搁爱安怎付出你的钱，付出什么什么什么，啊，足侪来应征的吼，他们讲啊，真好可怜，这种工作
是剥削，这是安怎做？哎，这是无可能的。哪有这种的工作？啊，台牛是偌济？拢无。台牛是啥？拢无。啊，这种工作是啥？哪有这种的工作？啊，迄头家毋是足无人性的，一直批，一直批，批。啊，到尾吼，讲哦，这个工作是啥？这个工作是无钱啊。大家听到啊，无钱的时阵在想什么？对呢，一天二十四，一日二十四点钟的。一年365天拢无休困的，啊，然后吼，特别伫囡仔的生日，啊，就是圣诞节啊，是啥物特别的节日的时阵吼，哇，妈妈拢安怎，搁较济，把家己的钱摕出来，啊，做做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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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代志，啊，真正是安尼的，上个困难的工作。耶稣顺服上帝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但是上帝吼。为着疼惜咱世间人的时阵，是安怎？叫耶稣真侪人，叫耶稣真侪人，啊！耶稣真正顺服，啊，来到世间出世里面做。然后嘞，啊，35多岁出来传福音的时阵，佮为世间人的苦叹，吼、哦，心里是不是坚定？耶稣圣经咧讲啥物？耶稣伊本是上帝的子，愿意含好谦卑，真侪人。甚至啊嘛，屈服家己，出萝卜的形象，真侪人的优秀来到世间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身为老母，伊就是安怎，就亲像耶稣，伊原本是上帝的囝，但是伊无正着死，然后谦卑屈服，真侪人，佮出萝卜的形象，伊伫迄个克西马尼。伊遐祈祷，伊知影伊要承受苦杯的时阵，甲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那是会当将这个苦杯刷离我头好。”但是，毋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上帝的意思。咱拢知影，咱拢经过受难，看咱经历教会世纪内底受难之后，咱嘛庆祝搁偌济。但是咱来想看卖，每一个角色的扮演内底，是毋是只有老母？伊真正照安尼来做，是家庭的萝卜，是迄个打出世的鞋啊。为什么我吼是一个足困难面的人？伫我学生时代吼，学新学院的时阵，我三个闹钟叫袂醒我，过一摆足歹势时吼，我爱负责迄个早祷的聚会。结果我困过头，我醒起来的时阵九点啊，吼，恨不得有一个动脑筋钻入去，因为我无理由，我就是困过头，啊人八点早祷会，啊我，吼，真正是，唔知要安怎讲，会见笑，啊嘛无法度讲，我是三个闹钟拢叫袂起来，我起来想讲，啊以后我嘛做妈妈，啊我的囡仔吼，我明仔以后吼咧好吼，啊我唔知听有无。但是，迄烦恼拢加，上帝吼做老母的吼，迄囡仔还袂出声的时候，你就听啊。妈妈就是安尼，做侪同事吼，啊做护理人员爱轮三班的啊，啊伊吼，我来甲伊关心，讲啊伊囡仔好无？吼，伊就甲我讲，我即摆上大的期待是吼，我当是请到天哥，但是伊毋是袂当啊。是伊顾念伊的囡仔，犹阁幼婴仔，啊半暝仔会起来爱食奶啊，不管是饲母奶还是泡母奶，拢是老母上个第一个，生起来就爱替伊囝儿来处理这个代志。妈妈，伊就是用伊的生命，用伊的一生，遵照耶稣顺服上帝的这种形象，是出萝卜的形象，是。真正为着囝子，所以咱伫遮来思考，妈妈的喜欢是什么？这个时阵，咱就爱想讲，上帝爱咱做啥物？所以我用圣经节，吼，迄约翰一书四章的十八节吼，吼，约翰一书四章的十八节是啥嘛？甲咱讲，咱就。伫上帝是听，所以伫听的内底，咱安怎？我也是现代中文译本啊，吼，
4章16节，所以咱知影，并且相信上帝听咱，上帝是听，迄、那个有听、有了听伫伊生命内底的人，就有上帝的生命，而且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。听是上帝的形象，透过耶稣实际将迄个听来修饰人类，为咱世界来爸爸、老母。就是出落魄的形象，在咱的家庭，在每一个囝儿，在咱的心中，伊用伊的生命，用伊的一生来成就耶稣为咱人成就的一切。老母，伊是上界有耶稣形象的一个，伊所要爱的是啥？是囝儿乖乖。伊所要爱的是啥？是囝儿行在上帝的道路内底。所以妈妈的喜欢。就是上帝的喜欢。在箴言23章22节，上帝爱咱妈妈，要听从生养你的父母，没有他就没有你。所以你母亲年老的时候，要敬重他。妈妈的喜欢是爱咱听上帝的话。圣经遐尼多，咱要一摆读遐多，无可能。但是透过圣经的话，箴言23章22节，提醒咱，上帝伊爱咱，听咱生咱的父母的话，然后若无因就无有咱。咱的老母年老的时阵，咱爱敬重伊。以弗所书6章1节，伊讲，恁做囝儿的爱听从父母，爱孝敬父母。你就事事亨通，会当伫世上当退休，这是妈妈的喜欢。父母期待咱照上帝的话语来行，因为所有父母无法度永远拢伫你的身边，但是当你照着上帝的话安尼来行的时阵，父母的心安稳，因为伊知影伊会诞生囝儿先到上帝遐。伊伫上帝遐听候，行住，所以伊有所思，6章1节。所以今日个爱听叹父母，爱孝敬父母，安尼咱就会当事事亨通，世上当退休。同款，伊有所思6章4节，伊嘛伫提醒咱，做父母个，你毋通激今日个生气，爱用主个教导。来养饲、请养、栽培因，做囝儿的爱疼他，但是做父母的唔通激囝儿的生气，是爱用主的教导来养育、来栽培、来帮助囝儿。过来，诗篇103篇13节。父母怎样疼家己的囝儿，上帝嘛怎样疼惜敬畏伊的人。父母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，上帝嘛是安尼来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咱爱照上帝的话语来行，这是妈妈的喜欢。我的妈妈伊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伊为甚物会信耶稣？因为人得吼拍鼓、拍锣啦吼，拍锣啊弄鼓，讲来哦来哦来哦来信耶稣有平安，唔免惊。啊，伊就听着吼，我妈妈伊的情形是安怎？伊19岁信耶稣，19岁其实迄个时阵的人差不多拢嫁，但是我妈妈无遐尼早。伊听着福音的时阵，伊的情形是安怎？伊的哥哥姐姐拢已经无伫伊身边，拢已经嫁娶啦吼。阿姨，19岁啊，足无胆。半暝啊吼，拢阿姨起来便所。以前的厝，便所毋是伫厝内底啦，爱行出去外口。以前嘛无手电筒，嘛无即摆的电火，就是爱安怎点蜡烛，啊是着暗摸摸，啊就是知影伊倒家己去。伊毋敢，惊，大概半暝拢爱叫伊妈妈。带伊去便所，啊！伊听到福音了，就是伊讲，
信耶稣免惊，上帝予你信心，上帝予你无惊，予你平安。啊，讲我免安怎无惊？啊，你着祈祷啊！啊，我免安怎祈祷？讲上帝，你保护我，我免惊啊！啊，你个问题讲互上帝，哎，足单纯，伊着接受。啊，嘛是会惊吼，我免起来个时阵，啊，伊会想着我会当祈祷，伊着家己祈祷。家己一边行，行路一边行，去便所的时候，一边祈祷耶稣庇护，耶稣我免惊，耶稣我免惊，伊就去便所。过一两天，有一个礼拜过去，阮阿妈吼，讲，哎，你最近较好困吼，你半暝啊拢唔免去便所吼。讲有啊，我拢有去便所啊，啊，你现在无叫我。啊，伊讲啊，我着祈祷啊，啊，上帝，让我免惊嘞，哎，真的嘞，有效嘞，爱着来信耶稣。信仰说，予伊克服伊个惊吓，所以伊得到这个信仰的时阵，伊变了这个信仰。伊原本是怕是无爱见，但是上帝的意思就是带伊进入的婚姻。伫这个婚姻的内底，伊无幸福，伊惊伊足济，是八个囡仔。啊，我的爸爸吼，佫足早。在我六岁，阮小细汉小弟十个月时阵过世，一个老母来带八个囡仔，啊，伊啥物拢无，伊只有上帝，所以伊讲吼，靠了上帝啦。大概，阮若啥物需要的时阵，就是祈祷，伊就是甲我讲讲，上帝替你祈祷。等我看到新郎爷的时阵，我妈妈就欢喜讲讲，家丁啊，我会替你祈祷。伊敢替我祈祷尔，伊嘛无法度给我钱，我生活费，我爱家己去想办法。但是我感觉的是啥？迄个祈祷的困难非常的大。逐摆若打电话转去的时阵，不管阮家的倒一个人打电话转去，妈妈拢我来讲：啊，你有去做礼拜无？啊，你有坚信祈祷读圣经无？就是安尼。面对阮的。兄弟姊妹的婚姻，你咧交往的时阵，人咧介绍的时阵，伊看伊是讲啊，你嘿，你一个月赚偌济？你有啥物成就？你有啥物拢无？学业伊无看，啥物你拢无看，敢若一个条件，你有信耶稣无？若无信耶稣，你来信耶稣，我不答应。足奇怪吼！但是在抓住这个信仰的内底，上帝成就照顾孤儿，照顾寡妇。我兄弟姊妹，不是在社会内底足请赢足够，不是。但是每一个人拢稳定，每一个人拢在家己的教会服侍，每一个人拢尊主最大，在伊的。工程的内底来敬拜上帝，来服务人群。因为妈妈的喜欢是什么？其实真正是爱咱听上帝的话，照上帝的教示，活伫听的内底。这个听，不是敢若咱想的迄个恋爱的时候那个爱。爱情的爱，不是，其实那个疼是怎样？是《彼得林德前书》十三章那个爱的真谛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。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上帝是听，点在听的，上帝就点在这个里面。老母，伊就是照耶稣，为着世间人所做的这一切，伊牺牲，伊看无家己，伊为着囝儿，为着家庭，伊拢无计较，伊的牺牲。伊的付出是爱咱在听的内底成长，爱咱三听的时阵，正人就知咱是上帝的儿子。
这是老母，伊用伊的性命，用伊的一生来对咱来付出的，咱有了解无？咱转来到上帝的话语，爱护、爱听叹生咱的父母，因为若无因，就无咱。等咱的父母若年老的时阵，爱会记得敬重伊。这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二十二节，今天咱读的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二十五节。爱予你的父母快乐，予你的老母欢喜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一节，做囝儿的爱疼叹父母，爱孝敬父母，安尼咱就会当事事亨通，伫世上长岁寿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。做父母的，你唔通激囝儿的受气，爱用主的教导来养饲、栽培、教育。这是上帝的话语，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三节。做父母，父母怎样疼惜家己的囝儿，上帝嘛是安尼来疼惜敬畏伊的人。愿咱活伫疼的内底。好，咱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同事，伫咱的社会，伫咱所面对的人的心中，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毋茫，凡事讨论，好听，永远袂忘。